错，这个有些方式。也是我们各个竞赛的常胜军哦，那是不是请各位老师再讲解一下吗？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好介绍，谢谢。大家好。1025件，那由评审委员。甄选出153件优异的作品，在这边特别恭喜我们所有得奖者，另外特别感谢我们全新普教基金会长期对彰化黄新美展的支持，今年已经赞助第17届了，累积奖金高达3400万，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企业回馈这个家乡啊乡里是最好的典范。那今天呢，我们所有展览呢，所有作品呢，在我们县立美术馆这边展出，一直到11月7号。那我们颁奖典礼预计在这礼拜六，也就是10月16号下午4点，在我们孔庙这边来举办哈，邀请我们所有乡亲来共襄盛举。那整个展览结束之后，我们后续乡镇巡回展跟县市巡回展将会移驾到北斗镇的瓦角事务所，以及新北市的艺文中心这边，邀请我们全国的民众一起参与今年的黄新盛会。这是把七线雕带到生活，用永康生活。讲座的设计就是我们本来的 logo 上面就有一个类似两仪的一个形状，然后我们天眼地方在宗教里面的一个概念，然后做我们八卦山的山形，这个山形又像一个塔形去做这个基座，代表说我们黄新美展是我们全国的一个美展的一个基石，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讲座，然后我是引动潮流。下面用传统工业曲线雕去做一个水波纹，就潮流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矿溪美展是能带动这个整个全国美术艺术跟复合美展各个美术领域的一个潮流的一个讲座。快门是一刹那而已，但是采访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我差不多去到伊讲十遍的拜访，最主要是我要了解伊人甲鱼的故事。比方说，伊在海上咧作业的时阵，伊落落海甲回来的时间差不多，伊行到外海再回来，大概要4个小时。然后伊在海常常会发生。那个海潮的时候，大潮嘛，闪躲不及。那闪躲不及，伊来经过海沟，那个牛车较难，人无法度骑，爱爬去牛车遐边。然后那个潮水就把赶牛车浮起来。啊，这个主人爱去甲牛安搭好，伊爱甲安搭。除了牛说爱有何安以外，伊爱甲大家拍伫牛的脚趾片，然后两个。突然间，一只骨安尼慢慢刻骨的卡卡断，然后海水的浮力安慢慢修正来岸边脱离险境，是因为安尼的故事启发我这个创作的画面。观光一块一块一张一张的情景，那我觉得他们是很辛苦的，那我觉得是参加。